好，来看到封滨乡港口部落教保中心沉浸式的族语传统民族文化知识的教学，令更多家长支持跟肯定。游民会主委一将拔落下午呢是亲自到场视访关切，对于民族教育的稳定发展万分的感动。在老师的引导下，小朋友一流利的族语说故事。这是打鲁玛共学员港口部落教保中心沉浸式族语传统民族文化知识教学的成果。我们在港口部落办的这个教育呢，我们有幼儿园部跟国小部。那现在幼儿园部搬来这边成立了教保中心，那国小部呢，继续延续我们幼儿园的教育往上，一直到国小。目前幼儿园毕业的学生在国小部已经最大的已经到五年级了。那在国小呢，我们现在有15个学生，然后有5个老师。我可以说，就是教育是非常非常好的投资，这些都是我们未来的主人翁。这样是希望，上级单位再多给我们更多的支持，这样在经费上的支持，这样子。封滨乡达鲁玛共学员港口部落教保中心开办7年，不仅部落支持力挺，更获得许多家长的肯定。尤其也在5年前成立国小部，学生申请自学方式来衔接部落文化的民族教育。像共学员有一些也是自学的小朋友，那他也要进大学。他也是透过，就是他，我因为他的关系，所以知道大学其实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就是甄选方式，所以其实我不太担心。原民会推动部落教保中心教育政策，2015年从屏东浪山至今，全台总共设立11处部落教保中心。主委一将巴洛尔今天下午亲自访视港口部落教保中心推动经管概况以及学生幼儿的学习教育情形。那现阶段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透过国家的资源，在不同的学制里面呢，提供不同的这个经费，让我们不同的学制呢继续的来推动下去。不管是教保中心也好，或者是沉浸式幼儿园也好，或者是我们讲的原住民族实验学校也好，都是我们共同持续推动的一个目标。民族语言、部落传统文化知识、民族教育稳定发展，原民会主委一将巴洛尔也万分感动。而至于现阶段教保中心面临硬体设施、教学场域以及师资培训、教学课程等软件的强化提升等问题，一将巴洛尔也都正面回应，在部落一致共识下，也将全力协助解决。记者史玉兰、封滨采访报道。